到这个前奏，大家是不是都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了呢？其实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一款恐怖游戏啦。玩家呢要化身为记者去调查鬼屋的真相。哎哎呀，看起来就很自讨苦吃啊，大家赶快去救救他吧。鬼屋之谜是一款灵异题材的休闲解谜游戏，玩家将化身一名地方小报记者，负责撰写超自然现象的报道。在假期中，意外得知一间凶宅最近发生了命案，全家人均命丧鬼屋。为了调查真相，主角就超有勇气的前往鬼屋啦。这款游戏采用了多种解谜玩法，玩家要在一片狼藉的环境中找线索，和流离的鬼魂进行沟通。但要小心，不是所有聚集在屋内的鬼魂都是平静的，突然出没的鬼身鬼脸可是会让你吓歪歪哦。想要挑战自己胆量的玩家，不妨戴上耳机来玩，挑战寒毛直立那种受惊吓的感觉哦。